发牌。系。三条狗啊！似乎我最好运喎，你好运咗成晚啦，就10万啦。我跟你，咁多狗，你唔好开狗场，跟你10万，开嚟见我3条10，唔好意思喎。4条狗，你只狗公啊，真系咁多狗。你条狗，你立啊，系呢靓女，你新嚟噶？系啊，刘生，我啱啱嚟呢度做咗个几月嘅啫。真系背，自己都吸咗个咁靓嘅河都唔知。夜啦，靓女，早啲翻屋企啦，阿妈闹嘅啊。刘生，我叫你落场啊，听唔到啊？阿炮，出去叫金手指入嚟。唉，咁先有啲披黄大赛嘅气氛啊嘛！啊，容许我自我介绍啊，我姓钟，名楚红。呢位一定系呢度嘅大老板啊，刘宇祖生啊。至于呢位，我睇你睇，咁易俾你睇中，咪好冇面？我新加坡九届披黄之王陈华叻，如果你而家投降嘅话，准你输一半。啊，话咗就咗。刘生 ，Mona 小姐，金手指，今日呢度几位都是高手嚟嘅，你派派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，千祈唔好失礼人啊！系，咁多位，请出趴。烟少啊，10万，好，够啦，跟你10万。喂，我夹夹埋埋都系得10万到啫噃，叫你堂输一半又唔听，而家输埋啦，输紧噶，我照跟10万。狗屁话事，狗屁话事，边系够大啊？烟倾揿住拎啦，细啲20万啦。好，我跟你，20万大30万。啊？吓咩啫？你有钱咩？10万买只二，输死你啊！我惊，我跟30万，惊你唔死啊！我都跟。咁多人起啤啊！唔系你估50万买只二翻嚟啊？输死你啊！系啊，咁多嘢讲，带埋你银包、车钱，等你行路翻屋企啊！啊！而家女啤大唔过你狗啤啊？怕你咩？我跟。我睇都要问一问花面呢一位啦。100万，好，我跟。望望望望你阿妈咩？过去睇电视啦，玩完话你知啊！啊，你真系你好嘢啊！100万，我100万就大埋100万，数啦！好，我跟，我跟。刘生烟倾涛，呢位同花顺面，女儿涛，呢位狗儿涛。同花顺面话事，等阵，我想睇下底牌。咪住，咩事啊？算唔客气讲句，我见到你就好似有牌噃。你眼花啫啩？希望系啦。唔好意思，
我想检查你的袖口。喂，你想清楚。好，随便。哦，唔怪你成晚赢啦。望望望咩啊？应该查埋你啊。点啊？对唔住，我真系眼花。唔紧要，均真啲好嘅。我台面啊，仲有200万，我同花顺面收轻啦。哎哟！喂，你忙咩啫？呢堆钱你有份咩？咩啊？家顿高兴唔得啊？你有钱跟咩？超，诶、欸，仲有1000蚊，在晒啦，在晒啦，你游说翻新加坡啦，我烟俘虏。啊！你想攞出啲嘢系嘛？系啊，唔该。钱先生，呢铺你打得好好，不过条蛇两边都跛咗大半，佢三条狗，我三条烟，我就唔信你仲有烟。我跟你细啦，开嚟见我。帮佢开牌。哎呀，你真系狗公喎、啊！我都三条狗啦，你仲有碌狗嘅？刘生，我只唔系烟，系狗。我呢铺系同花顺。你好嘢，我哋走。望咩望？超，我女夫啊，点计都大过你啊！仲话自己咩啤王之王添，翻新加坡睇电视啦、啊、你，啊？乜成个银包都系得张通用储值车票咋？咁夜都冇地铁咯，你攞去用咯。我等都等到佢开门为止。攞1000蚊就搭车啦。吓、啊！而家你侮辱我啊？咁你想点啊？系都侮辱我10次啦。攞1万咯。呢位潇洒哥啊，唔争再侮辱埋我啊！你唔怕侮辱我10万次啊？地铁飞咯。你好嘢，你咪俾我喺出面见到你啊！